感謝主啊！我而家咧就信咗耶穌咧，即係真係睇到耶穌嘅愛，整到我咧係整個家庭咧都係同以前未信耶穌之前咧，真係唔一樣啦。好感恩咧，就係當我而家去倚靠上帝嘅時候咧，咁啊真係睇到上帝嗰種嘅信實同埋慈愛啦。咁亦都睇到我。即係自從相信咗耶穌之後咧，令到我個家庭咧係和諧好多咯嚇、啊。即係同我以前，我喺1994年之前咧，我未信耶穌之前咧，咁我哋夫妻之間咧，經常咧係嚟到去嗌十啦，甚至乎咧攞刀啊，攞嚟到凳啊，嚟到去互相嘅咁嚟到去鬥打我先咁啦。因為嗰陣時咧係點解話咁多嘅嗌十咧？係我經常去賭錢啊，甚至會好24小時咁樣去賭錢咧，都好經常嘅事咯。所以無論係輸咗咧，心情更加唔靚啦。導致到咧嚟到一嗌十嘅時候咧，就令到又傷害咗兩個女啦，又傷害咗個妻子啦。係因著信咗耶穌之後咧，係因嗰本聖經嘅話語咧，去教導我哋嘅時候咧，咁讓我哋慢慢亦都去學習咯。咁彼此嚟到去嚟到信任啊，嚟到去互相去嚟到去關愛啊咁樣，所以導致到夫妻咧係嚟到係和諧咯。感謝主嚇。感謝主。係啊。雖然咧，咁亦都喺前段時間咧，因著工作經常分開嘅情況下咧，咁自己亦都尾後咧，亦都係有翻幾句嗌十啊，同埋即係都係有啲唔開心嘅情況咯，同埋軟弱咯。咁尾後咧，而家當自己醒覺過嚟嘅時候咧，又去呼求翻耶穌嘅時候。耶穌又去重新又整理翻我嘅家庭，保護翻我嘅婚姻啦。感謝主，感謝主。咁嗰陣時咧，唔單單係經常喺嚟到去聚賭啦，甚至會咧嚟到自己咧嚟到去做一啲大排檔嘅生意咯，即係話去做嗰啲大排檔嘅生意咧，都唔係正當嘅咯，都係話即係經常去叫啲妓女嚟到去做接待啊，甚至乎咧係嚟到喺呢方面咧嚟到收嗰啲妓女嘅錢啊，咁嚟到去咁樣嚟到去做生意啦。所以當自己嗰個良心有良心責備嘅情況下咧，自己都覺得好似好唔開心咯。咁自己又想做翻正行嘅生意咯，咁尾後咧就自己翻去嗰、那個自己當地嘅城市裏邊咧諗住做正當生意咯。從嗰個時候開始咧就揾鋪位咯嚇。俾我揾下嘅時候咧，就揾到嚟到當地個教堂門口咧係有個鋪位轉讓咯。咁我當時咧嗰個係賣百貨嘅咯，咁我就當我去頂手接咗呢個百貨嘅時候咧，咁平時就覺得好無聊咁樣咯，咁嗰個當地嗰、那個傳道人啦，而家叫做牧師啦嚇，咁咧佢就同我去講同我傾偈咯，咁咧就跟住佢問我：你想唔想平安啦？咁樣，咁我話：我梗係想要平安啦。因為當時咧，我個內心裏邊咧係好唔平安咯。因為經常同妻子嗌交嘅情況下咧，邊有心情靚㗎？咁後來佢話：你信耶穌啦，耶穌會賜俾你平安啦。咁樣，咁當時我自己都冇了解咁多，只係一個心我信，我真係需要呢份平安。咁咧，當我信咗耶穌，慢慢去學習聚會嘅時候，又跟住啲傳道人啦，跟住咧又去探訪啊，跟住咧又咁慢慢咧就學下傳福音啊，咁啊傳下傳下嘅時候，我就覺得
哦，这个耶稣真的很伟大，他能够即是直接相信到他之后呢，就将我的家庭呢慢慢慢慢就改变了，将我以前那些讲粗口啊、食烟啊、醉酒啊、赌钱啊、那些还有是即是去滚啊那些，这样他都慢慢地来到帮助我呢，去来到去一一地来到去戒掉咯。所以是只有在耶稣里面那种看到耶稣的大能。咁後來我之後咧就一路都願意去跟從耶穌，去服侍耶穌咯。咁啊，而家咧仲要即係做埋呢個咧，就係話去幫助人哋去戒毒咯。即係戒毒當然唔係我去幫人戒咧，係靠耶穌去戒咯。咁咧就咁啊喺當中咧就即係耶穌俾我哋學習去愛，點樣去幫助嗰啲有需要嘅。住院嚟戒毒嘅人咯，咁好感恩咯，感謝榮耀歸俾耶穌咯。你可唔可以講下喺戒毒嗰啲人咧，佢毒癮發作嗰陣時候，你做啲乜嘢啊？當佢哋去毒癮發作嘅時候咧，我哋真係只係求耶穌基督嘅能力，咁咧真係睇到聖靈嗰種嘅工作咧，睇到佢雖然睇到佢嗰種毒癮咧，就係翻嚟覆去啦，喺地裏邊不斷咁打滾嘅時候咧，嗰陣時又為佢祈禱，但係過後嘅時候咧，去過咗幾日，等佢心即係心境舒服翻嘅時候，再問翻佢當時嗰個情景咯。咁佢話我冇嘢喎，根本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有咁嘅回事嘅喎。佢唔知道自己喺度嚟到翻嚟覆去嘅喎。哦。係啊，咁呢個我自己領受咧，就係呢個係聖靈嘅能力去幫助咯。感謝主啊。咁佢嗰個毒癮就咁樣一步步咁戒咗啦，係咪？通常會經過幾長時間啊？咁睇到佢哋嗰個喺一個禮拜之後咧，慢慢嘅就定落嚟㗎啦。一個禮拜之後就開始定落嚟。感謝神。就算佢即係以前咧，真正佢個即係食白粉咧，即係打針打到咧係好嚴重嗰只咯。係。但係即係耶穌都一樣有辦法去搞得掂咯。係啊。感謝主。藉著聖經裏邊咧，咁嚟到去分享聖經嘅信息咧，讓佢哋咧去嚟到領受聖經嘅知識咧，嚟到。真係睇到耶穌嘅大能咯。感謝主。咁咧就問翻你嗰陣時咧做記債嗰陣時咧嗰種情況，同埋咧你睇到嗰種犯罪嘅力量啊，或者對於嗰啲人嘅唔好嘅影響啊，同埋你內心嗰種良心有冇指責啊？咁樣你可以講下嘅。有㗎，即係當時我初做嘅時候咧，我個心係目的一樣。就是話揾錢咯，咁啊，即係係睇到咧揾錢裏邊嘅過程咧，覺得係好容易咯。嗰個時候咧，雖然一般嘅工人入工廠打工咧，都係四五百蚊一個月咯。但係嗰個時候咧，我一個妓女裏邊咧，佢已經幫助我一日已經幫助我揾到成幾百蚊咯。咁每日咧都有成。十個八個嗰啲妓女嚟到去幫我揾咯，咁所以嗰個時候咧，嗰個收入咧真係非常之可觀啊！咁但係覺得可觀嘅情況下咧，第二方面咧，我又驚公安嚟到去捉我去坐監咯，所以喺當我好驚嘅時候咧，我自己都唔識得去點樣咯，咁後嚟我自己都覺得呢樣嘢咧，真係害人咯，亦都係害咗自己咯。因為自己個心境裏邊咧，嚟到去即係要經常咧，即係要十日左右咧，就要去換一班嘅嗰啲妓女咯。咁啊，導致到咧自己嘅，因為你去揾嗰啲妓女翻嚟嘅時候咧。自己嘅個口咧講出好多詭詐嘅説話，同埋一啲好唔健康嘅説話咯，咁
即係當自己覺得自己都好似都唔係我嚟嘅，好似係一個被魔鬼嚟到去操控自己咁樣咯。啊，係，咁樣你嗰啲妓女，你十日就要換一批，點解要換一批咧？咁樣感覺係叫做新鮮感嘅咩意思嘛？哦 ，OK。咁你就係揾一啲普通嘅人去做咯，係咪啊？係咯。咁即係嗰啲人本來係正常正當嘅人家嘅。佢即係話呢個係佢自己願意嘅咯。係。係佢自己願意嘅，唔係話我去逼佢啊，唔係嗰類咯。係。你喺過程嘅時候有冇見到嗰種罪惡嘅力量啊？有啊，真係覺得好似嗰陣時咧，就好似覺得去市場買餸買菜咁方便㗎。呢、這個係啊，係，其實真係睇落咧，當我自己醒覺過嚟咧，係一種魔鬼嗰種操控咯。你講買菜咁方便係乜嘢方便啊？即係話去揾嗰啲人咧，係好容易揾咯。即係揾啲人做妓女係嘛？係啊，只不過去人哋隔離個飯店裏邊去揾就得㗎啦。嗯，係啊。咁你覺得當時嘅事業對呢啲人啊，即係嗰啲妓女嘅事業啦，對於嗰啲妓女的生命有什麼影響啊？即是我就即是看見他們呢來到去即是這樣來到去背棄他們自己的丈夫，覺得哇真是人生裡面呢即是看到那種的詭詐和那種的可以說是說不要面子之類的那些，就是為了錢就什麼都不顧這樣、嗯、正如好像我自己也都是為了錢的時候呢什麼都不理咯、嗯、哼，那你看到那些人那些妓女呢，她的生命後來變得怎麼樣、啊、即是她的人呢、她的性情啊，她的人啊，你有沒有見到一些人她的生命變得很差的情況啊？這樣會的。